姓方的这小子根本就不爱我们家小姐，所以手段才这么狠毒。不，林小姐不是我杀的。你在我那个宝贝女儿房间里，就你手上拿着刀，我女儿是死在床上，不林杀的谁杀的？我说过，燕儿带我去见小姐的时候，她已经被杀死在房内了。燕儿，是林小姐的丫鬟。 这胡说八道啊！我女儿只有两个丫鬟呢，一个叫小珍，一个叫秋菊，哪来什么燕儿啊？就秋菊，啊，我们林家上上下下总共12个丫鬟，根本没有叫燕儿的。这，方玉堂，你不必再狡辩，还是乖乖的跟我回衙门去吧。林大爷，嗯，你讲不讲理？ 我还不讲理啊！他就杀了我女儿，我还不讲理啊！啊！他没有杀你女儿。哟哟，这凶干什么？你想吓唬人是不是啊？你要是不分青红皂白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哎，你，哼，你敢袒护凶犯，就是与凶犯共罪，给我拿下！哼，别动手！范捕头，我跟你上衙门就是了。你。 我师父说，好汉做事好汉当。可是，你没有杀人呐。反正呢，现在有理也说不清楚。如果我们动手锯捕头啊，假的也会变成真的。对，有什么话到衙门里去说，自然会还给你们一个公道。好。好个屁！笨蛋一个，没杀人就不要跟他们到衙门去，有天大的事儿我来听底。 娇娇，我是不忍心连累你们。允秋，小琳达，你们只要找到杀害林小姐的凶手，我就跟洗清冤情了。玉堂，玉堂，我一定为你伸冤。给我带走！是。 林大哥，啊，你刚才的表演真不错。
我老子就说过呀，我从小啊就有这个唱戏的天分啊。这么一来，这铁云秋绝逃不过李大祥的毒手。嗯，你也可以让官府去收拾他们。哎，对呀，哎，这就是大伙儿说那个，哎，对。一鸟两食之计啊！啊，大爷啊，是一石二鸟之计呀、啊！哦，对对对，一石二鸟之计、啊！对对对，串什么呢？这我又说错了。啊，你的意思说我是大老粗啊？啊，林大爷，嗯，金大爷，嗯，你们答应赏给我的银子呢？哎。这当然是少不了你的了啊！哼，你们女人的嘴总是守不住秘密的，我不能为了你坏了我的大事。你们好狠的手段，我做鬼也。也不会饶了你！老子真给干掉了！哎，为了要杀铁云秋，为了要办大事，这死几个人，哎，算得了什么呢？哦，把这个尸首给我拖到山里去喂狗！喂狗，快点！是，马上派人办。林大，嗯，你还不去看看你的宝贝女儿？这我还有些事需要料理。哎，对对对，要看看我的宝贝女儿啊！要看了，要看了。王玉堂，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想狡辩吗？启禀县太爷，我是遭人陷害的。铁证如山，遭人陷害，分明是狡辩之词，不足采信。来人呐、啊，来，将凶犯押下，后入午时斩首示众。是。什么？我要去救他！等一下，娇娇，你要怎么救他？我拼上我自己一条命，去劫牢。劫牢？劫牢是犯法的，可是我不能让方玉堂被处死啊！娇娇，你疯了？别管我，我不能看你去送死。好了。方玉堂还没死，你们就吵得这个样子，也不怕人家笑掉大牙？娇娇，我跟你一样，都关心他，我更有责任去救他，因为方玉堂到了今天的下场，都是我的责任。不，是我故意让他去娶林小姐的。目的还是要寻找李大祥的下落。娇娇，我已经连累了方玉堂，我不能再害你去犯法，害你去送命。我不在乎死，只要能救出方玉堂。死救不了他的，现在要紧的就是我们要赶快找出被冤枉的证据，才能洗清他的冤屈。万一在后天找不出证据，那怎么办呢？别沉不住气嘛，后天还没到，
其实啊，方玉堂他也真该死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本来就是嘛，他什么话不好说，偏偏要说娇娇，我不忍心连累你。就是嘛，我也没想到他会这样关心我。有道是，红颜已死，愁知己。哟，娇娇，看不出来你还挺文绉绉的。娇娇，既然你知道方玉堂他也关心你，万一你出什么差错，那他多伤心啊！我去探望他的时候，他还一再的要我转告你，要你好好保重自己。啊，真的？当然了，他还说，万一啊，你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他也不想活了。他这样说。想办法替方玉堂找到含冤被陷的证据要紧啊！对，去找证据。可是，到哪儿去找啊？我认为，这问题出在林大爷的身上了。不，会不会是李大祥由爱生恨，杀了林姑娘，然后嫁祸给方玉堂？我怀疑林小姐没有死。你们记不记得那天我们到林家？当时林小姐已经死了一个时辰，但是她的身子是温的。会不会是她的身子冷得慢呢？什么人？何方朋友？何必鬼鬼祟祟的？对，有种的就滚出来！是李大侠。不错，天云桥，林淑慧的血债要你血还。李大侠，请你出来一下，天云桥有事相告。李大侠。李大侠，你出去。李大侠一定是误会方玉堂杀了林小姐，来找你报仇。他一定就在这客栈的四周，我们不妨去搜一搜。
叫声。我们进去看看。已经招了，李大祥的到了。我跟你说。为了血债，要你来写还。我要你付出十倍的代价。你误会了，方玉堂不可能杀林小姐。你不要再狡辩。真的，他没有理由杀林小姐的。有，他和他的爹有仇。方玉堂答应娶庄峰的赎回，就是为了要报复。林小姐果然是中风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爹不让她嫁给我。我娘怀疑我爹当初就是被林大才给害死的。原来你喜欢上仇人的女儿。相爱，可是他爹又阻止我们来往，叫人嫁祸于我，让我去坐牢，好让他的女儿嫁给别人。林小姐在装疯？不错，她在装疯。他不装疯，我们就没有办法厮守在一块。没想到他爹，我为他举行抛绣球招亲，却惹来这个仇人方玉堂。不，你误会了。方玉堂不可能是林大才的仇人，他是因为我要找你，所以才假装的答应娶林小姐。你以为我会相信你？请你听我把我的话讲完，然后。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是要找一个跟你有关系的人。请问你，20年前，你爹去过京城吗？不知道。那你娘呢？我娘在家里，但是你已经见不到她了。田云秋不在乎一死，只是我家仇淡忘，请你让我跟令堂见面。你别做梦！我求你，就算我临死前求你。我会相信你。哼！好吧，那你就杀了我。
强你父亲。我要侮辱你。我甚至要你的身体。我要让你慢慢的死，恐怖的死。方玉堂杀了林小姐，既然你认为从我身上能得到补偿与报复，你要可以，我全部给你。住手！我叫你住手！住手！不，这是你要的。等你暴怒过了以后，我自己了断。不！我不是真心，我不是真心的。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，你不是，你不是禽兽，你不是畜生。我是，我是，我是畜生。是他使我变成这样，是他使我做不想做的事情。李大侠，如果你认为淑慧小姐她死得很无辜，那么我是你最好的报复。冤有头，债有主。我去找方玉堂。不，小铃铛，哎，娇娇，我们不能跟没头苍蝇似的这样到处乱闯，不是办法。那，你还有什么主意？有两个地方，可能可以查出李大强的下落。那你快说嘛，别急死人。一个是林大爷家，林姑娘跟李大强相爱，他们没有理由不知道他的下落。另外一个是我们查问过的地方。哎，对，那个人说李大强搬走，昨天才搬走。我觉得这个人很可疑，娇娇，我们暗中分别去查问看看。好，走。先进去见过了娘，再设法找方玉堂。娘，您醒了。
天一整夜，你到哪儿去了？哦，那孩儿跟您说过，明儿个一早咱们要离开青龙镇，我向淑慧辞行去。撒谎！你应该还认识我。昨天晚上的事情，这位小铃铛的姑娘都告诉我了。你劫走了铁云青，是不是？说。是，娘。你这个畜生！娘，你这个畜生！恕孩儿不孝。方玉堂杀死了淑慧，孩儿不得不替他报仇。报仇？就为了报仇，你不惜杀害无辜的人？天，我辛苦数十年养育你，教诲你。就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儿子，这造孽呀！娘，你不要叫我，我没有你这种作奸犯科的儿子。老太太，您别难过了，人难免都会犯错。方公子，你究竟把铁云秋弄到哪儿去了？这后山里一间破木屋里，你杀了他！娘，我没有。你不要隐瞒我！我真的没有。我本来想休你的，可是我下不了手。我下不了手。方公子，我知道你不是一个十恶不赦的人。去，放了他，带他来见我，我才能相信。值完，你杀我灭口，把我丢在山上喂野狗，你，姑娘，姑娘，姑娘，放手，姑娘，快走，快走，姑娘，快走。没想到，金大哥是这样，原来他
想利用杀了方玉堂跟你。不错，他用的是借刀杀人之计。好狠毒的手段，只有毒镖伤我，再设法救我，好让我甘心为他利用。我饶不了他。不要冲动，只要你了解真相，知道方玉堂不是杀害林小姐的凶手就好。我明白，淑慧一定是赵金大刚的毒手，我要将他绳之于法。哎，你不要急，我们也要去找他的。现在先设法把这位姑娘埋了再说。哎，小铃铛，娇娇呢？她去哪里了？金老弟，这真是好计策啊！这可以说是一鸟两食啊！大爷，你又说错了，是一石二鸟。一石二鸟？你他奶奶的！你怎么不早说呢？你是意思说我老粗啊？啊？我忘了吧。李大侠那小子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啊！就凭他那样还要娶我宝贝女儿，这自找死路嘛！大爷，其实他真笨哎。他如果学你想当年年轻的时候就用抢了，就干脆就把小姐抢走了。不就没事了吗？是呀，他哪有我聪明呢啊？这不过你他奶奶的，你不要提我当年的糗事了，你没听说过呀？好汉不提当年勇啊！不提就不提嘛。管家啊，那个张寡妇那个提亲那档事儿。怎么样了？张寡妇啊，答应了啊！您大爷要娶她，她那还不答应了呢？好！哎，这晚上给接过来。大爷我就跟她成亲了啊！不行，太急了吧？太急了！哎，好，这不抢了，哎，不能说不抢了啊，那不抢了，干土匪倒是错了。对，现在要说这个不娶亲了啊，今儿不娶亲了，去告诉他，告诉他啊，我就去告诉他啊。谁呀？啊，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啊？谁呀？我是来找。哎，大爷啊，这个人很面熟啊！啊，哎花呀，这是家里的佣人，这天天见面的，这每一个当然都脸熟啊。糊涂虫，哎，大爷，怎么了？哎，这个人长得很像那个方玉堂那个大老婆文娇娇哎。啊，什么？你说我像文娇娇？是啊，长得真像啊！你瞎了眼，把我当成女人呢？
他奶奶的好，好，你把个男人当女人了，当然该打呀，好，好，好。不过，你说你是我们家佣人，我怎么从来没见过你啊？啊？我根本就不是你们家佣人。不是啊啊！难道你会是张寡妇家的人呐？哎，对，我就是张寡妇弟弟的表哥。哎，对了，张寡妇刚刚被那个李大祥劫走了。啊！他奶奶的，被他劫走了干什么？因为李大祥也喜欢张寡妇啊。哎呦，这混球啊！这张寡妇比他大5、6岁呀、啊！这，哎呦，大爷啊，这纯粹是报复。他因为你不把女儿嫁给他，所以他要报复你。哎，对，你们赶快告诉我李大祥住在哪，我好去救张寡妇。哎，好。哎，这个金大刚说，就住在山脚下的红砖房里。啊，那谢谢。我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我跟你一块儿去，我要救我那心肝宝贝儿呀！哎，走。不用。哎。大爷啊，他这是那个文娇娇哎。哎呦，你他奶奶的，你怎么不早说呢你？哎，真看不出来你还有点脑筋。没有查出李公子的家里，幸好云秋姐啊已经安然无恙了。你刚才说林大才提到金大刚，不错，对，那他们一定有勾结。嗯，也许是个计中计。我认为林小姐根本就没有死，对，否则林大才不可能没有一点悲戚忧伤之容，反而还要娶老婆。我倒有个办法，能够查出林小姐是死是活。什么办法？好，就这么办。我们走。有件事情我想要问你。什么事？是关于李大侠他爹20年前可否去过京城。没有啊。没有。那李大侠是否是您的亲生儿子？是我亲生的。那李大侠，你不是我要找的人吗？林老，那个女人又，那女人来了。女的来了。哎，我知道，这一定是张寡妇来了。我知道她会想念我的。不是啊，是小铃铛啊。啊。那我回避一下。这，请。喂，你来干什么？哎，林大爷，我是来给你辞行的，也代李大侠、李公子还有你女儿给你辞行。啊？这代表李大侠跟我女儿辞行？是啊，他们有不得已的苦衷，所以远走高飞，刚刚上洛阳去了。田总管，大爷，你也不是跟我说把他们关的密室关的好好的吗？你这什么密室？我是把他们关到棺材里去的。哦，对，关到棺材里，关到棺材里了。林大爷，啊，我告辞了。啊。田总管，那李大侠跟我的宝贝女儿。真的私奔了？不可能的！报，他到秘密室看看，快点！
孩女儿，儿叫宝海女儿。爹，你没跟那个姓李的小子私奔呐？大爷啊，我想起来，这一定是那小叮当的诡计，他的目的呀、啊，目的是要知道林小姐被藏在什么地方。啊，哎，这是我。大侠，站住！你们谁要动他，你先杀了他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玩的诡计。哼，不错，既然被你识破了，我就老实的告诉你，林大哥要除掉你，就将计就计，假装方玉堂杀死了淑慧，我让你替我杀了铁云秋跟方玉堂，这样我的目的达到了，林大哥要除掉你的目的也就达到了。爹，你好狠呐、啊！没办法，谁叫爹当年杀了这小子他的爹呢？五娘怀疑也是真的，我爹真的是被你害死的。哎、小子，那是误杀，误杀！哎呦，老弟，放了我女儿啊！啊！